会想最近啊，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先讲连锁提供的节目，时间呢过足紧的吼。哇，昨呢甲讲礼拜，今日拜开始打正常上班啦吼。啊，每一天呢吼，咱看到的报纸啦吼，发生的一挂交通意外啦，或者讲一挂代志啦吼，啊，要讲起来讲啊，政治嘛是归政治啦吼，啊，社会归社会。啊，人呢，每一天拢爱生存，每一天拢爱生活，每一个人呢，拢爱面对现实的吼，面对现实，因为咱无可能讲去依靠了吼。每一个人，啊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个体的吼，家庭是咱大家团结的愿望啊，所以讲家庭和谐，自然就会大发展啦，就是咧讲赚钱啊，每一个人拢有用心在经营。啊，这个家庭呢，自然都会和谐啦吼。所以讲，家庭嘛是一个轴心啦吼，就敢那国家同款，国家都爱人民百姓来收听嘛吼。啊，什么人，这个人气较好，啊，什么人要来创什么，总是要有一个基础力量。啊，这个、基础力量来自于人民呐。啊，所以人讲百姓，百姓。啊，恁家庭嘛是安怎？每一个成员呐，吼，大家家庭呢，每一个成员，大家身体拢健康诶，大家囡拢是乖巧诶，吼，啊，这个阿公阿妈呢，吼，嘛长岁寿诶，家庭呢，是不是安尼对足兴旺诶啦，吼，人讲家业要兴旺，就是爱老大人健康，啊，囡仔爱乖巧，吼，啊，该做工课人去做工课，厝内底无迄个佣人啦，吼，啊，厝内底嘛无迄个长期破病人。那么健康呢，要营运到这样的氛围，真的不简单呢、啊、吼。所以人讲，今日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佛诞呢吼。咱今日来听一段观音菩萨，邀请呢道亲呢作为来分享一段观世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妙难寻。观世音菩萨妙难酬，观音菩萨妙难酬，清净庄严累劫修，三世爱欲遍尘肠，百千万劫化阎浮，贫穷甘露长。十三手内养禄不及丘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观音菩萨妙难酬，清净庄严累劫三世爱应遍尘肠，百千万劫化阎浮，贫中甘露长十三手内杨柳不及丘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南无不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清净大海中菩萨，南无普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南无清净大海
州菩萨。我们的道亲开讲了吼，讲咱的身躯就敢那一个吸潮啊同款。为什么说呢？讲吸潮啊，就敢那咱人就敢那亲像尸体同款。在这无形当中呢，吸引着吼咱甲咱每一个人有共振的人事物。所以有时呢，那个讲吼，你的磁场好不好？你的磁场好啊不好，你想什么，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气场，也就会每一个人所说的不一样的能量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躯上磁场无时无刻都在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人生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呢，如果没意识到一个人的观念，或者是说一个人的想法和做法，我们在环境里面，不管说信用也好，啊，咱所交的一挂朋友，咱在一呼一吸当中呢，都会影响了你自己，也会影响了别人。这磁场的无形当中主导了你的命运，然后在那讲一个人拍脾气，拍脾气嘛，容易就是人。所以一个人的观念、信用，咱拢总是主导的咱家己的磁场跟命运。一个人的想法看完也是对。那么你的人生呢，就比较没一些咱属于你说的别人的运都不错，现在咱的运不好，消极的人就是负面的。所以你若消极，你的思想吸引力啦，你若如果是往负面的这个磁场，你是一直都是在消极，你若是消极，你会产生负面，这就是什么气场上若是消极负面，你要怎么去影响你的好运气，也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吸引好的正能量，你就是要有积极的思想观。你要吸引别人，还是说要吸引好的正能量，你要有积极正面的思想观，你才有法度引来的正能量。所以有人赚钱有什么也赚钱，赚钱是用啥？用你的意识去吸引金钱，还是用啥去吸引咱的正能量？是用咱的意识正能量的，这个方向，只要是对，所以讲语言跟行为，伊会予咱安怎？伊会予咱在咱的人生观呢？会拄到足侪挫折。语言甲行为啦，在你的行为甲你讲话语言，咱别人呢？无法度甲你做朋友，无法度成为你的贵人，拢是伫你讲话、甲你的行为、甲你的态度啦吼。伫你的言语、行为、态度，你已经产生了负能量。那么呢吼，你引来贫穷的意识，总是引来安怎无好的温度。因为伫你的言语啦吼，伫你的行为啦，伫你的态度啦吼，伫你的意识内底，你呢吼所拄到的代志，你那是。无怕通啦吼，你这个意识的事物那无怕通，自然啦，你无论讲吼，你是好也善啦，你拢会去拄到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在言语上、甲行为上、甲态度上，你定定你得是朋友，你所做的抉择定定拢唔对。你讲好也嘛会变善，你若如果伫你的言语啦、伫你的行为啦、伫你的思想观啦、伫你的态度顶观，你很如何？你有正能量，你总共是本来是善良人啦，到尾你嘛会变安怎？
趁有食的好业人。一个人在心肝底安怎想，你就会拄到什么款的好代志。你用好的方面去想，事物总是向你走来。你一定呢吼惊吼啊！你唔敢去尝试吼啊！你一直退缩，一直闪躲啊，一直躲避好的事物，一定会远离你啦。吼，歹的事物一定会远离你。所以讲，强烈的意识吼，书人事物拢总是同款。当用啥？会当用你的思想观去吸引。思想是因嘛？吼，与你吼思想相一致的人，会跟你相遇，就是果。所以讲，念想是因。吼，按你思念跟你的念想一致的人，吼，一对来跟你巧遇了。吼，所以人家讲吼，念想思念思想是因，境遇是果。啊，咱会当去引来这好诶，所以古早人对讲一句话啊，吼，因为你去引来这个果，吼，咱讲正果的果嘛，正道的道，你种下什么款的因，你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。有时阵呢，吼，虽然一时呢看未到结果哦，你未使放弃，吼，你讲有啊，我足正能量诶啊，吼，我无论是讲话态度、思想，我都往正能量的这方面，但是我为什么还没有见到好的善果，还没有很多的贵人在我的身边？你不能安尼想哦，吼、哦。虽然咱一时看未到结果，一时看未到好，但是你要相信哦。古早人讲的一句话：善恶终有报啦，吼、哦，善恶终有报。你若安尼想法，我相信你还会保持好的态度，还会保持好的思想，还会保持你、哦、要怎么为人呢、啊哦？言语行为态度，你还是会非常温和啦。袂因为、哦、你得袂到你即马目前所有想要爱的，那么你就来放弃，向前行正能量。你讲是不是呢？咱讲心灵最主要是要提升的吼，咱逐天伫遮人生广告吼，也是讲伫遮人生破道啦吼，安尼讲的拢是真千百道理。你相信我，咱的信天万地人，以及负能量来的，他的思想观就偏差。啊，你的思想观若偏差，啊，你想咧，你要哪有啥物款的贵人、搭好朋友来助你啦？所以咱讲助助，然后人助。以后就有天助了吼，咱爱自助以外，咱人啊，家己放下咱家己，放弃咱家己，未只要都甲咱家己判死刑啊！你想，咱那也够好诶。好的一面就是你的能量思想，你要提升到吼、哦、乐观，吼、哦、进取。你安尼，你才有法度呢，交感着好的事物啦。你也无乐观进取，你要哪交感好的事物？当然无可能了吼。所以咱常咧讲气场。人有气场嘛？有啊，一定有的气场啊。所以一个人呢，那工作神书嘛，聚集宇宙间的爱的气场。当有无恙的时呢，他的潜在意识就有感知。哦、啊，像我身体哪方面不适，他会出现信号，咱拢知影。哦，有的人讲哇，这个人呢，这么福气吼、哦，这个灾难这么大，为啥一撇会开？就算是有灾难呢、啊，也会化险为夷。好、哦，这乌丢干呢有一种强大的法则，就是吸引力的法则。你的思想有气场、有能量、有吸引力，你想什么，你就会发射到宇宙去。像那讲你想啥，对，发射去个乌丢。好、哦、啊，发射去个乌丢，这乌丢对回应你的想法，给你想要的，这个叫做啥？就咱讲念想，就是咱一个人咧讲意念，然后意念正能量，在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哎，你有感觉，每一个人哦很幸运，你看到他这个人很有正能量，他就会很幸运、很积极、很乐观。你都有感觉讲，迄个人运气那遐好，伊那遐幸运，现在徛在伊个边的人拢是伊个贵人，啊，别人无生，啊，伊拢咧生，吼、哦，别人同款同伊做工课，为什么别人有升官？一定系无升，
这就是咧讲，咱平常时做工课太多，你的积极乐观，哦，总是那么快乐，总是那么具有影响力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你给换游泳池够好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你给换讲，这窟伤大窟，我来换较细窟嘞。你既然都不会游泳啊，你游泳池去啊换大窟细窟，敢有啥物？无同款吗？不会游泳就是不会游泳。一个不会做代志的人，换工课，敢解决得了？得了你的根本吗？一个不会做事的人，换工作解决不了根本，就是你不会做事，对不？觉得不懂得经营的人呢，啊，你怎么换工作，你怎么做都不会，为什么成功呢？都不会成就。其实无论你是想呢，好，哦，你变啊，一切都变啊。所以咱讲咧讲，你的磁场变了，你的一切就会变啊。所以是咱吼每一天咧吼，唔当抱怨啦、啊、挑剔啦、啊、指责别人啦、啊、怨恨啦、啊，你就会生活在地狱里面。所以咱。爱是一种阳光呢，哈！你爱别人，人家就爱你，好。所以讲，你的生活周遭的环境，你的世界是由你的意念甲创造出来，是由你的欢喜甲创造出来，是由你的思想甲创造出来。你的一切拢是你家己创造出来。啊，所以讲，你阳光，你的世界就充满阳光嘛。你有爱，你的生活就会在爱的氛围里面。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啊，你就是伫个笑声内底。同款呢，你逐天呢呐抱怨、挑剔、指责、怨恨，你的生活就在地狱里面。所以，咱人的意念是这么重要。你的起心动念，整个世界拢会改变哦。咱人，你甲想一个韩国瑜啊，他因为吼。足侪网络滴个破呢，足侪网络滴个吼，滴个吼宣传。大陆人嘛咧讲啊，大陆人讲啊，这网络是韩国伊是阮捧甲捧红的呢，伊敢真正有遐牛，真正有遐神吗？所以讲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讲一个人受足侪媒体吼，甲伊捧甲，起码以前是一个大红人呐。吼，啊咱呢，咱今日呢是如果是一个吼。无名小卒啦，嘛无人会甲你捧啦。好啊，但是呢，咱讲一个无名小卒，你就要把生活吼，哦，活在地狱里面吗？唔是呢。咱虽然是无法度好像人安呢，好，哦，但是咱在创造咱家己的氛围。你要你自己生活，整个世界跟你有关系吗？有，但是世界的人每一天你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。爱说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什么在一念之间嘛？所以你一定爱会记哩，你爱什么生活，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款的人。提升磁场，改变命运，你就会拥有更好。所以人常咧讲哦，你要安怎搁较好，你就爱你家己的一切要安怎去改变。你的意念这么重要，你的心动，好，你的起念。就是在讲，咱起心动念，整个世界真的都跟你有关系啦吼。啊，一个韩国瑜，人都有大陆人吼，用这个网络的个捧，都个捧个，起码用要选总统啊，选总统，敢那无伊袂使，敢那无伊吼，啊，国民党一定选袂掉的意思。好多即卖报纸都是逐天咱咧看，你也个看电视报纸，版面最多的是谁？韩国瑜嘛吼，啊，所以讲吼。一集卖版面在你追，但是放大镜在看的人也很多了吼。啊，虽然你讲吼，帮罗买单，甲一个人捧甲足红诶，嘛有可能呢吼。伫这个网络，吼，甲这个人开始无会捧诶时阵，他负面的影响造出来时阵，有伤害无？嘛是有伤害。所以讲，这个网络就敢那咱诶训练同款诶意思。你诶念是旺吼。发光发热的这一方面，你是很阳光的人，你的意念念想会改变你的磁场，也会改变你的生活，也会改变你的人事物。所以人爱乐观无爱呀，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一个做代志态度温和的人，你哪会无朋友？一定有朋友啊！这个朋友是为倒来，这朋友是由你周遭的环境，你平常时你所营造的氛围啦。好，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啦，吼，所以一个人从感受到伊的温暖，感受伊的讲话有分寸，感受伊的做人吼真和蔼可亲。你说这个人当然是周遭都是贵人，家庭会非常圆满。
所以咱人袂使无知足，吼、哦，咱也感觉讲，这个社会你袂使去攀比啦，吼、哦，你来去攀比，你来去攀比别人，你就会觉得矮化自己；你攀比高的人，你就矮化你自己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攀比你不好的人，你就是有一点点优越感。哦，别人比咱较无好，咱都。比嘞，咱比嘞无好诶，咱就感觉咱有优越感；但是比嘞足好诶，系咱就够有迄个啥，够有压力，吼，咱家己被比下来了，所以咱卖攀比啦。活在你自己当中，有你自己的能量，有你自己的磁场，有你自己想要的，你的好、哦、光能就在你的内心，你的光能有发射到周遭，你的能量就会有很多的。好、哦，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了哈、哦，所以咱也希望讲吼，不管讲你是工厂啦、公司啦，伫倒位啊咧，吼、哦、吃头路啦，你感觉一时的不如意，只要你认份做，你的工作态度好，好、哦、按、啊、你的思想能力对，好、哦、你做的工作很认真，守本分，我相信讲所有的长官以后嘛看得到你的优点。人讲白卡徛久的人戏，来古早人就讲的吼，白卡徛久的人戏，白卡要徛偌久？有的人徛五当六当啊，才开始升官啦吼。所以讲白卡徛久的，只要你是用真正乐观进取去做任何的代志，我相信讲吼，绝对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，你是有机会的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呐、啊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有咱的师姐吼，我们听龙华会归乡，今麦就甲你报上吼，邀请咱的道亲好朋友做来欣赏龙华会归乡。声声落花。
所收听这段龙花回归乡啦吼，咱呢一段真好听的母娘的圣曲圣歌，咱就收听到这。咱讲叫文今世所遇，皆是前世有缘。今生宽裕待人，来世皆是善缘。所以咱人呢，就是要结善缘啦吼。无论做什么代志，缘呢是真重要啦吼。因为咱也无这个因缘，咱免啊有法度呢吼，来结到这个好的善缘。所以咱讲拜母娘，唤醒灵性，找根归源。母娘的呼唤，会当予咱这浪子回头。所以讲庙宫。等道场对这个社会有孝法孝顺见贤思齐的作用，所以咱讲吼，咱的行宫啦吼，行宫，所以咱在咧拜母娘也好啦吼，也是讲拜吼关帝也好啦，拜菩萨也好啦，拜什么款神拢好，咱最主要，咱来去拜着母娘，咱就知影讲母娘也唤醒咱的灵性，所以灵学灵修，咱话讲啊，这是拜五庙的，因为母娘来唤醒这个灵性。为什么母娘要唤醒这个灵性？伊就是要咱找根归源，要咱找根归源。母娘的呼唤，就是咧讲咱这灵啊囝呢，吼、哦，咱流浪娑婆世界已经几啊万冬啊。咱呢流浪娑婆世界，唔知道当回头呢，咱有可能呢万世流浪，吼、哦，咱一世过一世呢，一直轮回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咧，讲咱建庙、建道场啦、建德宫、建堂啦，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款的功能啊？咱讲提倡呢吼、哦，一个好的修学的所在，会当效法较早的五德，吼、哦，啊，加母娘的八宝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咱若会晓孝法孝顺，你就会晓见贤思齐啦。啊，若见贤思齐呢吼，当然啦吼，每一个人呢啊，都要孝孝父母啦，会晓呢管理咱家己做人基本的准则跟标准啦。啊，这个每一个人的准则甲标准都是个啥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宝，你若做有够，仁义礼智信你若做有够，你就是一个足标准的。吼、哦，咱讲人呐、啊，所以讲拜母娘唤醒灵性，找根归源。咱母娘的呼唤，会当好这所有的灵力红路呢，吼、哦，会当回头啦，吼、哦，会当回头。吼、哦，咱讲雕圣贤呐，会当回头，吼、哦、啊，会当来修持啦吼、哦。所以有时咱定讲，承接天地人三组的天命，分为。吼，天德师、天人师、天灵师，承接这个天命，咱要教化这众生面对新时代领域，道场嘛要改变呢。比较今物面向的工作，咱讲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3G跟4G了吼，大家拢为网络，哇，什么代志拢为网络知影，不管是世界都得发生什么代志，吼，网络第一个他马上就知道，吼，哪个国家发生什么事，网络呢？也流通了，真的非常快，信息呢非常快。但是，伊刚才讲，咱起码要承接天地人三组的天命，你爱知影呢？哦，咱每一个人爱做啥？教化，承接天命就是要教化。用起码呢，吼、哦，咱讲教众生面对新时代的领域。哦，道场不只是教人什么做基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教人灵修而已。但系开发地灵。多方面的教化，应时代的变化。母娘呢？吼，伊唔是讲啊，古早的母娘，拢是咧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尔。伊咧甲咱讲新时代的教育，就是咧讲咱即马承接天地人三组天命的这灵力红路。你有开疆辟世，你有咧做这个啥？不管是咧吼、哦，咱讲大经小经，拢有无同款的功能。啊，这无同款的功能。既然你是成为天德师、天人师、天灵师，你承接了这个天命，你要教化这众生，你也爱面对新时代。母娘讲，咱来面对新的时代，吼、哦，科技的领域，吼、哦，道场唔只是干那教化人讲哦，啊，最后就是要来开疆，最后就是要来祭祀，最后就是要来创啥灵修。一样要启发智能，要多方向的教化，应时代的变化，
你看母娘，你唔好讲吼，啊母娘是古早，吼古早的神啦吼，母娘是古早古早，但是母娘伊嘛是会甲咱交代呢，交代讲咱即马开疆的人，咱即马咧开堂的人，即马咧开道场的人，你既然是采古早圣贤的神，你要教育伊八宝或者五德。这是自自然然的升级天命，但是你嘛爱知影讲，今啊要面对新时代的科技、新时代的领域，道场不只是教人做，好、哦、做好事而已啦，也不是只教人灵修而已。你爱开发地灵，多方面的教化，应时代这个变化，你应时代的变化，其实嘛爱改变啦，好、哦，你的教育方针方式嘛爱改变。不是像古早安尼一直行行到即嘛一成不变，啊，你也一成不变的话啦，有可能道场少年人行袂入来，好，有可能庙宇少年人袂来甲你家乡，到尾啊少年人唔入来唔参与，少年人无要受你的教育甲教化，这心性顶的无功能。那么连讲这少年人，若唔去拜佛，唔去拜神，唔去拜母娘，唔去拜太祖，啊，唔去拜啥？只啊，你不要去甲教育。所以咱即嘛吼，已经开始吼，咱讲新接的天命无同款，教化众生，面对新时代的领域，道场不只是教人，吼，而且呢要启发智能。唔啊，干那讲啊，众生呢有界有罪以外，你爱开发伊的智能，多方向去甲教化，应时代这个变化，你有法度提升呢。安尼呢，这根姜呢？你才有法度继续，搁在为即卖年轻人，在科技时代的年轻人，才会有更多的资讯去了解，为什么这新生佛菩萨要来世间来感化众生？所以母娘讲，唤起灵性，找根归源嘛。伊最主要是要来唤起这灵性，来找根归源。啊，咱若唔知讲，什么叫做唤起灵性，找根归源？那咱拜拜就跪拜拜，咱拜是拜着母娘的金尊呐、啊。你唔知影讲母娘操心八百，即所有众生因为科技时代即马进步甲安呢，咱呢嘛爱有所变化、有所改变。你即我都呢，好、哦、应化这个时代。啊，你若无应化这个时代呢，好、哦、多方向的教育，你无法度好接应这个时代的变化。那么呢，这个道场的功能就愈来愈少啊。好啊！即马新的少年人呢？吼啊！即马新的时代接受科技的少年人，伊惊未入来到这个道场内底，那这道场就变成啥？形同虚设。啊，那形同虚设的时阵呢？吼，你甲想，这囡仔就离道愈来愈远，这囡仔那离道愈来愈远，母娘这边修缘的愿望就愈离愈远，所以呢？咱不管讲，咱今日是开疆，还是开道场，还是开堂，拢总好。你要应化时代，科技已经在变化，咱的教育方针嘛爱有所提升啊。这是母娘呢一直在交代，一直在讲的。所以希望讲，咱伫这个节目内底啦吼，听咱的节目的，毛真侪开疆济世啦吼，道场啦吼，还是讲宫祠庙宇啦，非常的济。我相信讲，母娘给咱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时代的进化，咱的教化方针呢，嘛就要面对新时代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伊甲咱讲，古早当然有古早的功能啦。古早即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未使废，五德仁义礼智信未使废，这些拢是咱做人的根本。但是你要开发智能多方化、多方面的这个教化，让咱这新的年轻人能够接近道场，道场才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。那安尼呢，母娘们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哈。伊甲咱交代的话嘛是真正确，只要咱弘道之人呐、啊，好要演化教育，要有多方面的。多方面的教化，安尼呢，咱这少年人呢，教我多呢，吼，引入这个道场，好好来学修。将来呢，吼，这个国本未无啦，国本就是咱人呐，无失去了仁义礼智信，这个国本都无去啊。啊，咱的家庭呢，失去了八德，就是咱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个家庭嘛是失去了伦理。既然失去了伦理，
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怎样，就会破碎，家无成家啦，大人甲囡仔即嘛分袂清楚啦，吼、哦，囡仔伫叫爸爸妈妈，啊，咱的这个吼，咱的大人嘛咧叫咱的囡仔，叫弟弟妹妹，咱不甲好名，不甲叫，拢甲叫弟弟妹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迄个名无都应用伫咱日常生活，所以咱拢甲叫弟弟，叫妹妹。啊！伊叫咱爸爸妈妈，啊，咱叫弟弟妹妹，这样的辈分就搞混了。所以咱人的偶像啦，吼、哦，偶像偶像。你呐，如果讲把这个社会无落实，咱就失去了根本，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的基础。啊，那安尼，咱国家要偌兴盛嘛，有限呐；家庭要偌圆满嘛，有限。一个唔知阿通吼，承上启下，有承负的责任的人呐、啊，你说他能够照顾家庭吗？你他对这个社会能够贡献吗？那当然是有限的吼。啊，你若讲人这个基础根本你有维持啦，就是国本、国家的本、家庭的根啦。既然是国家的本、家庭的根，所以母娘呢，伊会烦恼无？会啊。伊烦恼就是咱的教育方针一直拢无改变的话，那么这年轻人呢、啊，要投其所好，你才能够教化他。你没有办法投其所好，你就没办法教化他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来，我们师姐说要听最爱南海普陀山，现在没想到给做播出，最爱南海普陀山，我们听看看，很温馨的，很好听哦。今嘛做收听一段最爱南海普陀山，虽然毕生讲春季花卉，然后在咱的三月七八七九七十，今已经二月十九啊，吼啊，当然登记然后参与的吼，咱即个即个春季的殊胜花卉有这么多吼，数量数最，当然占卜啦吼，咱讲占卜就是占遐无主吼孤魂。无依无外，也是讲为国捐躯、三军将士，或者是讲因劫受苦难的这可能，也是讲咱呢吼，冇做这个畜生啦吼，做这个畜生灵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咱讲畜生六道来对面的这个畜生，吼，咱嘛是同款，咱大家拢知影吼，咱讲精神啊，咱的菜市啊，你买猪肉啦，买鱼啊啦，买鸭啦，买鹅啦，吼，买鸡啦吼，咱呢。
今日是畜生的叫做牺牲嘛，所以咱来讲生类生类，咱个买来做生类，哦，迄个拜三拜三拜三，因总是牺牲因嘛，所以呢，咱无牛马秀，有讲到讲这畜生道，吼、哦，畜生的包括狗、猫，哦，也是讲咱的饲的这鹿畜，吼、哦，同款呢，嘛是有甲做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上尾后的这个。西方大甘露，咱冇去做这個，然后赶快回向给因，然后回向给因安尼。来，今日是二月十九，咱慈天必生讲的圆通殿，圆通住在天尊观世音菩萨。咱讲尊体佛庙，也是千手观观世音菩萨，也是咱的圣龙菩萨。吼、哦，咱的有这个圣诞。二月十九是观音生啦吼，人讲观音妈生，观音妈生就二月十九，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啦吼，啊叫做成道日啦吼，成道日，六月十九是成道日，啊那九月十九是出家日啦吼，所以咱来分得清楚，二月十九是咱讲观世音菩萨，吼也圣寿无疆啦吼，来啊咱。从这个吼，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来对面的这段经文啦吼，人讲至心归命，庄王益寿，寿地命而诞生，就是讲妙庄王啦，吼妙庄王的这个第三十个囝妙善三公主啦吼，所以讲庄王益寿，寿地命而诞生啦，九千南阳红历。至而究极，顺声应感，动念催足，性德昭彰，显功目测，悠显昭疏而明温制度，品物含来而和会生成，我都用以邪魔归正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，垂声救苦，救难随心，消厄消灾。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讲观世音菩萨在道家称为叫做诸行真人呐、啊。毛人讲元始座下十二金身之一，观音这两字本来就出自这道教经典《道人经》内底，专名叫《太上洞显灵宝元始无量道人上品妙经》。其中的这个啥？灵枢中篇东方不天对这两字的释义叫做道藏里面有说，他说各种的道人经注本都有他的解说，解说什么？就是解说到我们的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做观世音叫做观？观者观觉也，是天中地君之位，注中也之乐，也就是在说音，就是八字之音，灵上八字之音，即真人生金轮以开明，玉露阳华翻以白鸟，好以皮鸟，好观觉诸中业俱乐，宿命不咎有之福，七座毗龙卡海翻身，观者观觉天地之为，音者观音为玉镜，好啊，所以讲吼，机械中代呢，好，咱今日讲到这个。观世音菩萨上接很多字阿，就是咧讲着讲每雕回时呢，吼、哦、阿、啊、就是咧讲阿那定处罗吉大果，即诸天真性皆集瓜动中，白日月火当中呢，吼雕元素以虚无啦，然后天地观觉令真人定有地之大啦，吼、哦、三重。动中以开道人天，就是咧讲观世音菩萨这两个观甲音。三重动中以开道人天，这个观理天地为音啊，所以咱咧讲吼，咱咧讲观音观音。啊，你讲观世音为什么甲咱吼，甲咱这个吼啊道藏内底面吼，伫道人经内底甲观世音菩萨有关系有啊？是观世主下十二金身之一啊，所以讲吼，人讲道教观音妈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啊，这是佛教在咧讲观世音菩萨，道教的观音妈，伫咱这个太上洞显灵宝观世无量道人上品妙经内底，其中都咧讲着观者觉、观觉、音，就是咧讲着啥？咱今日来观觉是太宏，吼、哦，咱。
咱要去甲了解吼，太阳占太阳呢吼，太阳红呢，吼占天是东方八天之中的第一天嘛，属清微天，地为元阳之翼，处天色，咱讲黄色的吼，这个是黄色的黑，是西北换气。所以讲，伫咱这个西北方的这个换气，地位官格，主张承诺天中人寿九百万岁。做《道人经》内底咧讲观音啦吼，就是咧讲伊这注解吼，无讲足明确来讲这两字，但是呢，这是先进的名号。但是咱也表明了观音两字伫道教特殊的含义，并会当去证明讲这甲道教观世音信仰必然有关系啦。但是道教上用的一篇观音大书的报告内底，最末对观世音菩萨的称呼叫做碧落洞天地主，碧落。洞天地主，世俗以碧落作为天堂的代表名词，所以叫碧落黄泉。在这个道教当中呢，碧落就是东方天界的称呼，东方天界的称呼。所以在这个《道人经》内底第一句，道人释于四清天中，碧落空瓜大富泥土，受原始道人无量上品。好、哦，记住的通天聪气清。一碧落瓜落，就是咧讲到碧落，碧落就是咧讲洞天的意思，那就咧指着东方天界。包括之意就是咧讲观世音菩萨、观音大士是东方天界的地主，东方天界的地主啦吼。所以道教这观世音大士，就是咧讲观音大士，以东方第一天的天主观觉，必然存在咧流演，吼，伫咱这流变演化的这个关系。啊，所以讲，按照这个道教的教理的教义，诸天地主拢具有无量道人的神性。咱讲所有的诸天呐、啊，所有的神性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叫做诸天地，吼、哦、地主。既然拢具有道人无量道人的神性，所以呢，千变万化，应现无方，在南宋，吼、哦，在南宋都有记载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《灵宝经》内底，吼、哦、都有记载。啊，所以咱对着这个吼、哦、观世音菩萨啦吼、哦，有的人讲观世音菩萨是佛教的，咱道教观音大师，观音大师，咱道教已经有偌久，所以咱即马唔是咧争讲啊是道教的观世音菩萨、观音大师，啊是讲吼、哦、佛教的吼、哦、观世音菩萨，佛教讲观世音菩萨咧讲西方三圣，西方三圣是阿弥陀佛为中嘛，吼、哦、啊大乘是观世音菩萨，小乘是大势至菩萨，叫做西方三圣。但是咱道教观音大师以东方第一天的天主观觉，必然存在于流演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讲流变演化的关系。所以讲怎么个演化个怎么喏，咱观世音菩萨，吼、哦，咱伫道教嘛是讲观音大师啦，吼、哦，指点啊观音啦、观音妈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观世音菩萨都一样，拢是太上洞显灵宝诸行元君，《本妙经》内底有写个足清楚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唔免讲去这讲是佛，观世音菩萨是佛教还是道教的？道教是请观音嘛，观音大师指点啊观音，吼、哦，这呢最古早都有啊啦吼、哦。那我们现在咱的专名，然后咱的称呼观世音菩萨是道教的专名，是太上洞显灵宝诸行元君。在这个《本行妙经》内底，好，《本行妙经》内底，你讲到这诸行菩萨，好、哦，这诸行，所以咱呢吼，嘛足感恩呐吼，观世音菩萨，和咱呢吼，伫这个圆通殿，圆通住在天尊呐吼，啊，咱伫这圆通殿，啊，咱嘛是有真济吼，啊，咱的道亲呢吼，一旦吼，甲观世音菩萨来结这个缘呐吼，真的非常好。来伫这呢嘛感恩呐吼，咱即届参加春季法会。啊，咱这道亲好朋友，无论你是超度祖先啦、地基主啦，啊是讲吼超荐咱的烈士，吼、哦、咱的吊带来对，咱所有结掉这个冤亲，吼、哦、咱讲要改冤释结，也是讲咱本身有这个因果业力、因果业力的病，因果病医生医医未好，吼、哦、有的人呢规身躯，吼安尼，从看起来都唔是什么大病，啊为什么医未好？这种叫因果折磨，因果病就是用因果这个气来给你折磨，让你不好，让你整天躺在那里吃药，这种是因果病，所以我们说的叫业力，
这个业力，咱就是讲做病业，这个业力就甲因果，咱要安怎去甲切断，就是爱回向、爱忏悔、爱忏罪，你才有法度做到这个功德回向。所以讲吼，咱咧做这个超度的时阵，咱冇想着这个观世音菩萨，吼、哦，观世音菩萨吼，嘛、哦、是哦，请吼咱的诸行菩萨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上啊，就是太上洞显灵宝诸行，吼、哦，即波吼波禅，观世音菩萨的波禅，对咱的做发挥，咱嘛是同款，有上这个吼诸行菩萨的这个波禅，那么有王波禅，就是做这个上下观。啊，做上下观，做咱这所有的人肉体下薄了后，艰苦病痛下薄了后，意外下薄了后，这所有灵体会当呢受这个天意依哦，啊来做这个莲花心。莲花心就是思修不转的，就是爱做莲花心。艰苦病痛有做个药禅，咱有上观甲下观，所以人有艰苦病痛肉体下薄，这个灵识伊要阁会感觉痛苦，因为咱的药禅得做，就是要改对伊的灵。这条角，伊感觉的痛苦，所以咱阿个作家吼，这个水火连刀，甲作家吼，咱这个天医院药王宝忏上下关的药王宝忏，好，咱嘛希望讲吼，有参加的，咱尽量然后伫拜六，好，咱呢算讲发挥是为拜五开始嘛吼，啊拜六咱就做药王宝忏，好，一旦来参与啦吼，来参与来对拜，好。啊，咱若是有亲人肉体下薄的时阵，真痛苦，咱嘛爱去甲对拜、观想，希望讲这条灵、这条角，吼、哦，会当呢吼，因为咱做这个功德发挥拔草，让伊这个灵呢，会当恢复原来啦，吼、哦，会当来听经文法。咱人若是痛苦的时阵哦，叫你食啥，你嘛无感觉好食。你讲要听经，灵若无，即所有的痛苦解除了后。伊要自在听经的机会就真少了吼！你讲要叫伊修行，咱人咧艰苦病痛的时阵，叫你念一句佛，你就搬单；叫你念一句母牛，你就搬单。所以灵需要先解脱，伊才有法度修行。啊，你有解脱自在，你唔才有法度生，灵界唔才会生。所以咱咧做吼，即、哦、所有功德发挥，三分伊甲你修啦吼，啊七分功德回向个子孙，七分功德个回向咱报恩的人。所以报恩人会当得到七分的功德啦吼，所以慈恩必生功德秋季法春季法会，希望讲大家用团结的心来共同呢吼，把这个春季给做足圆满，好咱的母娘呢，感觉安慰啦吼，因为大家有这份心啦吼，来造就了这个春季良，好咱讲春秋良季，会当好这个吼祭奠呢，更加圆满功德，好会当更加圆满。好，所以伫遮呢，感谢咱足济孙兄姐啦，各种的长孙兄姐，吼、哦，恁的扶持啦吼，啊，每双呢非常感恩。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，咱有需要香品的介绍，香油款、佛茶、速茶、贡抹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虫草王、山高宝，啊，是讲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吼、哦、金盖丽蜂胶牙膏、何丽美，咱拢会当敲电话啦吼。5916045，我关切到现在给空我感恩。今天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